请王静文单独上舞台彩排。不排了，让人家排吧。因为我已经知道第二轮没有人会选我了嘛，还不如赶快给后面老师节省时间。王静文选择不进行排练。啊，我也挺惊讶的。我来看看你。你好，老师。我来看看你，我来看看你。第一遍没开嗓子，嗯，麦克风也没调好，嗯，后面调的我觉得挺好的，嗯，是，有一点紧张，刚才胃有点疼了，太紧张了。干嘛紧张？你把自己的歌唱好就行了呀，自己的部分。感觉曾毅老师就像大哥哥似的，然后他问我最近怎么样啊。然后我来看看你。没事，你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我不管这回怎么样，只要我必须得要晚上谁跟我一起唱的，那你就必须我彩排的时候跟我一起唱。盖他们不是第二次选他们去了，我说那我们排练你们也得跟着我们再排练一遍。排练的时候把盖哥拽过来，然后把我搞得很想笑，整个屋子都放松了，空气都好了。有请凤凰传奇来到舞台。